本园园邸 Lin Family Mansion and Garden， 位于新北市板桥区，为板桥林本园家族新建的房舍，仿苏州留园设计，是目前台湾仅存最完整的园林建筑。该居可追溯至1847年，当时为林本园家族北上屯租的租馆，后经林国华、林国芳两兄弟扩建，成为林本园家族之居所。民国65年1976年，林本园家族将庭园部分捐给当时的台北县政府及今新北市政府。花园于民国75年第一次修复后收费开放参观，第二次修复期间为86年至90年，90年8月9日重新开放。三落大作并同时于90年7月完成修复，并配合花园开放。目前林本园园底由新北市政府文化局负责维护与整修的工作，并为宅地类国定古迹，行政单位隶属新北市政府文化局，以一股的人力及预算维持日常运作。林本园园邸总面积6054平，可分成园和邸两个部分。园又被称作板桥林家花园，指的是住屋之外的庭园部分，其中包含来清阁、月波水榭、定静堂等多处房舍与人造山水。邸指的是林本园家族居住处及庭园西侧的三落大厝。目前三落大厝仍属于祭祀工业林本园，需专人带领才能入内导览。